何老师上去的时候我就快下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大概刚才已经知道了，就是主要是这个上臂要用力，然后这个下这个双腿要用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正式开始比赛了哈。正式开始。我们来看吴昕这边派谁？啊，盛敏先来，盛敏先来，盛敏对，立旭啊，立旭加油，欢迎你，加油。哎，先不要上去，先不要上去，等一下一起上去。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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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边有没有人？是那样进不去，这怎么下去啊？ 方法好独特，不行了，力气掉都掉了。哇，这来开始啊！力气忘记脱鞋了，来，新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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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重来，让他们先休息，先休息，因为没有体力了。你们两个先休息重来一下，刚才算那个不好的示范。力旭忘记脱鞋了，所以他没办法弄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面开始啊，东海吗？东海对谁 ？Henry。Henry 好尊重这个比赛，袜子都脱了。真的好可怜，这游戏好惨烈。好，下面我们应该这回真的轮到力旭跟盛敏了哈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 Henry 做足了所有的工作，脱鞋上去嘚瑟，最后摔倒，倒立倒挂金钩，倒立。看看那个 Henry 刚才就是摔的那个样子，想想他刚上去时候的嘚瑟，看他有多嚣张。打算坐在那，请你让一下，后面的队友要开始赛了。好 ，Ready Go！ 没事。没想到 Henry 还在穿袜子。可以先来一句好吧？可以先来一句。慢啊！来，你选一个对手。你们派谁？你们派谁？
好，现在加赛一轮，奎贤对钟敏。哎，刚才他们那一轮也太精彩了。必须。现在还是晕的。他已经很虚弱了，今天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好精彩，看见奎贤直接把周密蹬下来，哇 ！OK， 好，这是我们的。哎，这个节目，这个活动好好玩。是是是，各位，最后呢，获胜的是吴昕队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我只是参加个预选赛吗？对，海涛，你怎么不服气是吗？不是，我就是问一下。你要找好一点的，你要不要？没有，海涛，你们两个女的来一轮吗？我肯定是。哎，可以，可不可以有翻盘的机会啊？没有，现在人家是2-0，如果你赢的话就2-1，就输的没那么惨。为了荣誉而战，我掉都掉不上去。爬上去啊！好，不战自赢啊！那咱们这对掉一下吧。加油！娜娜，你穿着那俩翅膀。加油！你们两个能过去吗？不信你没问题的，像你平时搬冰箱都能搬得动，可以的。各位，现在他们俩最大的问题是彼此够不到对方。我不太相信他们能够有力气可以靠近对方，靠近彼此。预备，开始。目前的结果是，刚才我们看到非常欣赏娜娜，相当的厉害，以非常快的速度战胜了吴昕，最后获胜的是吴昕队，2-1。好，谢谢娜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不光为我智能手机快乐大饼全部内容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苏泊君与 M 的全新专辑 Breakdown， 谢谢。在节目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感谢你好漂亮以及隐形面膜专家。容媛美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饼，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饼。如果你喜欢月球人就喝大饼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